等一下。男人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很生气，并且男人站出来说：我现在得走了，现在得走了。女人不想走，因为她焦虑不安，因为她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。我们现在走了，不想走。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，不想走。他们上了船，离开了这个小岛，但是实际上他们从不在任何地方停留很久。